跟我刚出来的时候怎么不觉得有这么多东西啊？不过我一直都没有去换那个，不对，那应该说要用做的。来过，听起来像雷光。感觉是个萝莉。来干！好奇怪哦，他一定要把那按完，然后才能按。哇靠，好麻烦哦！我好像太麻烦了吧。去哪了，八七哦！操你妈的！他低能儿回来了。为什么刚都有一种断掉神剑连击断掉的感觉啊？
本当のブレイドになれますの? ¡乐器! ¡Sasui! ¡Yun Yun Sasui! ¡Gun Yun Gun Gun Sarin! ¡Sí, ya no se me! ¡Sí! 絶対負けない。 これで戦力アップだな。 應該還能變得更強。 感覺救助同伴真的很煩耶。 哦,特別急。 而且這個又很重要,真的。 我沒有什麼要吃的。 我明明就沒有打，結果他竟然有，哈哈，看來讓他們去截這個也可以。人對傷害降低，聽起來很像，打出去傷害變低。 刀跟钩爪全套，农学植物学，刀，全力で任務に当たります。
有农学又在。玉兔，三把刀，然后两个钩爪拳套。不可罗也是钩爪拳套。那就是你们两个。翡翠。好多人有农夫，这个好农夫呢。十六夜部队听起来很帅。任务成功に導く。导致队伍打人伤害变成现在超雷，雷到爆炸。爸爸到哪？爸爸去哪儿？就到时候再抽，有抽到稀有神剑在那个。要就是要一直派人出去啊。对，红莲队长先任务，所以我必须要把稀有神剑拆下来，麻烦。有没有看到这里破那么大一洞？那就走下去。何が出るかなと。宝族餐厅。要包厢，然后就饿了。お宝回収。どれどれ。包厢是宝箱，热资源金店作业室，不是啊，有一个地方，然后什么都哦，哦，原来我听到窗破掉的声音，就是因为你哟、哦。好，为什么窗户破掉了？然后现在才亲眼看到，还有一个小白兔中破窗。我发现他用制造的时候会顺便
补血。打超少的喇叭七，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拉住。街区联络门的钥匙，有点像卡比说。要干嘛？啊，想起来了。只要是主食都可以吧？帝王喜欢主食，给他吃个。薄饼包菜，大好きだ。地男说：“大好きだ。”追查机密文件的，喜欢炒没有？他是那大的是喜欢主食吧？就大的，就他只要那个分类他都喜欢。所以只要是主食，我们地男都喜欢。哦，开了呢。喂，弄怕亏呀，耶！吃腻了吧？お宝回収。鱼跟肉是两个分类哦。虽然都是荤，但是我真的不会把鱼肉当成肉，毕竟咬起来口感完全不一样。糟糕了，我要怎么上来？这里。よっと。哇，鸡肉是肉啊！打开是这里，从内侧上锁，肉不错啊，哦，这是歪曲的铁门，
断掉，可怕！你才不承认白肉是肉。到着。啊，ここだったのね。た。よっと。何が出るかなと。何が出るかなと。这也跑太快了，问号。有个神剑用钱买。竟然买同伴，哪位？我等下再找你。对对。お宝回収。武士刀附加装置。亲切的人摸，亚马亚马为了寻找美味果汁的材料，原来是十二兄弟呀、啊。来到斯佩尔比亚摸，爬上斯佩尔比亚的头，刚找寻材料时，不知不觉便迷了路。植物也吃个精瓜，吃苏木金龟时觉得非常好吃摸。不是那件事摸，你告诉我离开这里的方法摸。哦，原来如此，理解了摸，谢谢摸。真的不想再迷路了，乖乖回阿凡利提亚好了摸。将金木苏木金龟当成果带回去便足够摸。让其他正在寻找果汁材料的兄弟姐妹再摸。若有遇到这次若有遇到的话，希望像这次一样亲切对待摸。拜托您了摸。他已经坏掉了。他到底是怎么逛到这里来的？蛮厉害的。把大部分地方逛完。我这三小，不个小个的感觉。有没有人掉下去啊？白痴！干，你射歪了还射得到我？开外挂。他妈是不是开外挂？我的力量，見せてやろう。大概有一半的衣服可以的。他又不是那个未带任务。啊，不过未带任务我应该可以解了。干，你跑太远了，白痴！哇，我直接死掉了。哎，你要队长就三个来。不止三个，我会死吗？你们觉得？啊，有点痛哎、我很怕土，我让他们土土土。
啊，我们都要写四千呢，好猛哦！对，既然队长就这么死，笑死！不会，他可以接技呀、直接爆炸、好猛喔、泡脚兵，蜥蜴人怎么感觉有点弱啊？没得。哪？他是不是吹狩猎笛的？他缺哪里呀、我为什么没有图图图了、好奇怪哦！啊，他背后不能打啦，发现了，因为他那个笛子的关系，他拿起来的时候我才能打背后。我为什么没有图图图可以接啊？好奇怪哦！都行啊，我怎么现在不行啊？太刀会好点，笑死！拜拜奇迹。别爆炸这个。图图图突然不能接了，好奇怪哦！给死！卡里巴！
超会回这样。塞满，然后我觉得他的塞满仓库是指说佣兵的那个、欸。那你们，我以为他塞满是佣兵团那个塞满。我把他推下去啊！干！白痴哎！这不是吃哎、欸，因为他是说塞满啊。觉得突然闷，吐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还是都有？双刀力。你呀，32级。那满心はいかんぞ。満身は。大地よ、力をくれ。怎么？地属性之力。无论塞箱子或塞背包都可以哦。不是啊，前往阿凡利奇亚的格尔特蒙特仓库，用烧烤料理把食粮箱塞满。有啊，我之前一直在用图图图啊。
有啊。哦，没有吗？那为什么我？哦，干，我看错了吗？所以没有燕之后，我就没有再用土的技能吗？水土风，跟我能接的有关土的只剩下水土风。讨厌了。何が出るかなった。お手並み拝見。怎么那么多蜥蜴人呢？好烦哦。蜥蜴人是有什么好打的啦？慢等他。在练的。你找我哎、欸！あまり無理をなさりませんね。どれどれ。現在只能用光，不能用焰。太多只了。人家不是重生的，那是被叫出来的。どれどれ。蜥蜴人突击队长。どれどれ。靠腰还没剪完。
天の聖杯。あ、カメちゃん。おう、って誰がカメちゃんじゃ。ノリツッコミ、基本中の基本ですね。ワイの名はジーク・ビー・アルティメット・ゲンブ様や。ちゃんと覚えんかい、アホンダラ。なげえよ、だいたいなんだよアルティメットって。この前は周りがよう見えへんかったから運悪く不覚を取ってもうだけど、今日は正真正銘硬い地面の上や。前のように逃げられる思ったら大間違いやで。逃げてないし。っていうかカメちゃん、なんじゃい。返事してもうてるし。前から気になってたんだけど、そのカメ柄の眼帯何？とこに気ぃついたな。これはや、闇を突き、邪を払う伝説の眼、覇王の心眼や。中二。めちゃくちゃ強力やから、めったなことで解放するもんや。中華解放したら、己ら一瞬で消えてまうで。なんだ、邪眼か。わ、你怎么知道啊？左目のコンタクト買うお金がないから捨てるんとちゃうよ。買えよ両方。っていうかまさかの金眼。ところで本日はどのようなご用件で。アホか、天の聖杯に決まっとるやろ。あのね、あんたたちの相手してやるほどこっちは暇じゃないんだ。さあ帰った帰った。ちょんじゃ回家。わいらの気迫にビビってちびったんとちゃうんか、猫女。なんだと？你竟然被击到了！カメ頭！ミミア、カメ頭ってのはちょっと。は？なんで？なんで？っていうか、なんで赤くなってるの光？バカ！干白痴！干笑死欸！看白虎超好笑的，看你没有看到白虎吗？我觉得白虎超好笑的。到底是多纯情？不过就只是乌龟的头啊。看一下踢，然后全体回复，好笑，扑倒回复品。哎呀，都。不要再格挡一番。制造出土的
我之前到风跟水哦，水光光水，讲了一个180混血归国正妹女。林生活晚安。妮娅是什么动作？哦，对。对，风到底是跟谁啊？风跟冰啊，想起来了。还是按，你怎么忘了糟糕，反正随便啦。娜娜还在 CD。前より強なったやないか。だがそれもここまでや。我也是。行くで。我也是对循环的那种属性课比较有概念。オリキコーリン、アルティメットライジングスラッシュタイ。かーいってこの前と一緒じゃん。光要出手了吗？啊，没有哎、欸。那，なんだったんだ、あいつら。さあ、バカなんだろ。行くよ。光竟然不救他们呢、欸？
太郎大晋级，没有是人王。なかなか爽快。被压扁了，所以是人王。24時間フル稼働で生産を。那北斗七星。無意無意。初期生産分のエーテル炉1000個はイーラに売りつけるも。え？ですが、ここの資金は帝国のローデリヒ議員から出てますも。キクが盗み出した材料のコアチップの情報も議員からだったのでは？そんなの関係ないも。金を積んだ方が優先も。あのじいさんはしばらく待たしときゃいいも。そのうちインビディアと回線になれば焦ってさらに金積むも。さすがバーン会長、そこまで深くお考えとは頭が下がりますも。もう金儲けの基本も。四神的守护，那我们凑齐了四神了。那玄武怎么会是个白痴啊？玄武感觉就是很稳重的家伙啊，为什么会？啊，会叫小乌龟是因为玄武嘛？然后身上又带着乌龟，哦，我以为小乌龟的含义就在那只小乌龟上呢。これまで以上にお役に立ちます。そんな。感受水的力量。为什么？取得宝藏，我明就有啊，为什么？你就开宝箱啊，那个不叫取得宝藏吗？怪哦。我的眼睛可不是装饰用的。Nano， どれどれ？对，看起来有点坎坷，我好像过不太去。我看到宝箱，糟糕！哎，换一个一个拉。我たちの力見せてやろう。X、行くわよ。あいつどこ行くの？止めろ、ドリル。あらららら。うわあ、吹飛。所以是打牢哦。
他真的是好棒，是他。問題はなかった。防御增加。私でもまだまだ上を目指せそうです。まだまだ成長。はい、ホディ。没有特殊的正义的伙伴，强度20好像真的很少，完美舞台130耶，真是 好久。好久偷心，现在有技能叫偷心，是假的，完全没有生产技术，连生产技术都没有。要动物，但我们朱雀也不是动物哦。我要找五郎，五郎刚好是水属性，呵呵。五郎部队。我修修我的刘海。我在考虑我明天要不要去趟李子堂。不用了，谢谢哦。女性系。那我们朱雀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任せて、きっちりサポートするから。啊，收集资讯。掉出去了，可恶！全力で任務に当たります。わかった。